将一，勿以海道为无虞，勿以大江为可恃。增屯聚粮，至见恶险。君臣之所资访，朝夕之所讲求，孤至不及之物，今专备敌之策。树基上可消于天变，下不堕于敌间。然天下之事，有本根，有枝叶。臣前所陈，枝叶而已。所谓本根，则人主不可以自用；人主自用，则人臣不任责，然由未害也。至于君事，而由曰：谁当忧此？吾当自忧。今日之事，将无类此。传曰：木水有本源，甚学高明，愿意思其所以本源者。东宫蒋官阙，帝亲擢万里为侍读。公僚以的端人相贺。他日读陆宣公奏议等书，皆随侍归谨。太子深敬之。王怀为相一日问曰：宰相先务者何事？曰：人才。又问孰为才？即书朱熹、袁书以下六十人以献，怀次帝擢用之。隶枢密院检祥、守右司郎中、迁左司郎中。十四年夏汉，万里复印诏言汉即两月，然后求言，不曰迟乎？上自侍从，下指管职，不曰爱乎？今之所以汉者，以上则不下流，下情不上达，故天地之气隔绝而不通。因书四事以献，言皆恳切。迁秘书少监。惠高宗崩，孝宗欲行三年，丧，创议事堂，命皇太子参决庶务。万里尚书力荐，且上太子。